佛祖恕罪，弟子不信，弟子不信呐！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就，哎，山货都卖出去了。哦，就是价钱不好。啊，是不是那帮坏小子又收你占地费了？可不。行了，少卖总比不卖强。啊，嗯，爷爷，嗯，小妞不在啊？上山上收网去了。哎，爷爷。啊，你看，我给你打的酒，是不是老井家的酒啊？爷爷，除了老井家的酒，您还喝谁的？嗯，味儿还挺好，好酒。哎，爷爷，我还给小妮买了块花布。啊，不错，哎，还一定喜欢。
爷爷，求您件事儿，您把花布帮我交给小妮儿吧。哎呀，你给他买的东西，你自个儿送给他，送给他。爷爷，那。爷，小妹好像逮到了大家伙。哎呦，怕是头野猪吧？不，看上去分量不轻，可能是狗熊。爷，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过来帮我一下呀！快快快！妮儿啊，啊，这小和尚是你自个儿网住的？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。他自己就跑到网里去了。小妹，你说话可真逗，一个大活人自己就钻到网里了，我不信。别啰嗦了，赶紧走，救人要紧。哎，嗯。起。哎，你慢点，慢点。嗯。这个伤够重的，你下手也太狠了。你在哪儿碰见他的？就在后崖水潭边。啊，把衣服脱下来。哎，这都是你打的？没有，我就打了他一下。这个人的来历可不寻常啊。爷爷，他不会是坏人吗？要是坏人他还敢到这儿来，我早就宰了他了。爷爷，您看他还有救吗？啊，就冲你这顿打，对他是雪上加霜。我不是诚心打他的，是他自己找打。再说了，我就踢了他一下。行了行了，你走吧，我要给他止伤服药了。爷爷，我在这儿能给您当个帮手啊。不用，我今天使用这个方法你看了会受不了的。爷爷，再说大汉还在这儿，你去吧。小妹，你走吧。一个大姑娘在这儿不方便，再说一个老爷们脱光了有啥好干的？救人如救火，我心里干净怕什么？比爷爷还古板。我说什么了我？本来祖上是最不许滥用这种方法治病的，可是今天我非得用它不行了。是不是中了阴阳五毒掌啊？啊，阴阳五毒，武林行里边最让人看不起的就是用这阴阳五毒掌。谁要是中了这个毒，重的立刻就死，轻的如果不及时阻断，血毒攻心也非死不可。把药水啊加热到三成，然后啊把伤者泡在缸里，要把水加到六成，泡它个七天七夜。等他醒了以后，再每天呢给他泡上两个时辰，这样就可以把他血液里的毒气全都赶出。如果不按时，那就重者丧命，轻者废身呐。爷爷，爷爷，草药都采齐了，就差一味五不香。什么？没有五不香啊？那怎么成啊？
五不相识这个秘方药里头的重头药。哦，拿着，给我。啊，我上黑风岭采去。哎，爷爷，你现在去山里多危险啊！我会小心的。哎，爷爷，为什么非要采五不相啊？你懂什么呀？这五不相是解血液里头阴阳五毒最重要的药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大汉啊，你跟我一块儿去。嗯，妮儿啊，你在这儿照顾病人，病人一时半会儿还离不开人，看好了火别灭了。哎啊，哎，哎，爷爷，就让小妮儿一个人留在这儿啊？我是说，一个男孩光着身子，小妮儿一个人留在这儿多不方便。嗯，小妮儿，你说是不是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七条肠子八个心的？现在啊，救人要紧。你要是采不回五不香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哥哥。哎，爷爷，你看，哎，行了，大汉，快走吧。嗯。去去去去去去！哦，哎呀，大汉呐，你手脚麻利点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来吧。去去去去去，快点，快点！给我，我来吧。小妹，这可不是你能干的事儿。你碰妈妈什么呀？要不是我帮忙，这得闹到什么时候去啊？那男女终究有别嘛。大汉的意思是啊，只要干一宿的，怕你盯不下来。谁说我盯不下来呀？要说盯不下来，应该是爷爷您和大汉爬了一天的山了，早应该休息休息了。小妹，那就你一个人守着？是啊。那算怎么回事？一个姑娘和一个和尚待在一起？我只知道啊，她是一个伤得很重的病人。小妹，那大汉哥，你跟爷爷先睡，一会儿来换我还不行啊？咱们呀，轮着班好吗？我看也行，让小妮先守着，大汉跟我去歇一会儿。哎，什么时候啊？我也让小妹把我的腿打断，我也去享享清福。哼，那好啊，我现在就让大黄咬你一口。大黄。啊！哎，先别！哎，喂，先别！哎。小妮，
别动。坐好了。坐好了。和尚。那和尚。你有救了。爷爷给你踩了五步香。哪儿啊？这是我家。你怎么醒了也不叫我一声啊？自己偷偷跑出来了。我一个大男人家啊，这样。哎呀，你把衣服穿上。罪过罪过，姑娘，我绝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罪过罪过，我不是故意的呀，姑娘。你要是故意的，我能亲热得了你吗？哦，姑娘，是你救了我吗？那当然，要不是我救你啊，你早就被狼崽子叼走了。啊，哎呦，哎，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很疼啊？是很疼啊。我下脚太重了。踢得再重，我也不会怪姑娘的。世上真有你这样的老实疙瘩呀，挨了打还要谢。哎，真的，如果不是遇上姑娘，小僧早就没命了。这一脚算是救了小僧一命啊。给我吧。哎，小和尚啊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。出家人无名，你就叫我小和尚吧。小和尚是不是叫这种名字啊？我就是啊。我不信。那要是世上的和尚都没有名字，大的叫大和尚，小的叫小和尚，老的叫老和尚，那不就乱套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既然你不想说，我也就不多问了。你呀，一定有什么难言之处，对吗？就算是吧。不过叫小和尚倒挺好玩的。哎，小和尚，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呀？小僧还没有请教。别那么客气，我叫小妮。小妮。怎么，没有你的小和尚好听啊？不是不是，姑娘，小僧想跟姑娘化缘。化缘？什么化缘化方的？姑娘，我饿了。啊，你要是能觉得饿就好了。那你等着，我去给你做饭啊。小妮儿，哎，爷爷，他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。你给他做什么好吃的？我呀，给他做鹿肉吃。鹿肉？嗯。哎呀，你这个傻丫头，他现在绝对不能吃荤腥。您不是说鹿肉最补了吗？
小和尚啊，身子太虚了，最忌讳蒙补，你得等他慢慢好起来，再给他慢慢做，啊？那我跟他弄什么吃啊？棒子面。床了！哎呀，你别闹，三角去！哎，谁是三角啊？原来是你啊，姑娘！哎，快起来吧，该泡药了。嗯，泡药？泡什么药啊？哎，你忘了，该到缸里去泡药水了。哎呦，还泡啊？爷爷说啊，你中了阴阳五毒掌，要连泡七天呢。七天？那身上不泡糟了？哎呀，你要是不泡啊，那可真叫糟呢，快点来吧。哎，你快点啊，你真还想让你的武功全废了？好吧，姑娘，你先出去。你泡你的，我回避什么？男女有别啊。我是怕你一个人不行。我行。那我转过身去吧，等进了缸里我还得给你亲药呢。你脱了衣服才能泡呢。不脱衣服不能泡啊？那可不行，爷爷说了，那会坏了药性的。爷爷真这么说的？爷爷说的都是正理，你不听行吗？你别耽误时间了，我帮你吧。哎，别，姑娘，还是男女有别，你还是回避一下啊。这是谁的衣服？你穿的是爷爷的衣服。那我的衣服呢？你的衣服又脏又破的，上面全是血，我给你洗洗，补补再穿吧。那我衣服里的东西呢？啊，什么东西啊？你看你吓成这样。姑娘，这人命关天的。哎，你别紧张，慢慢说啊。哎呀，这……哎，到底什么东西啊？这东西丢了，我就没法活了。哎呀，这……那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放哪儿了？我把它放在衣服里了。那会不会丢在别的地方？不会的，我那天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摸过它，它还在啊。那到哪儿去了？找什么呢？哎，爷爷，小和尚把东西丢了。东西丢了，爷爷，您看到我的那个是不是那个牛皮小包啊？啊，是啊，爷爷，我把它放在衣服里了。啊，你东西在我这儿，你就放心吧。那您先还给我。等你伤养好了以后，我自然会还给你的啊，放心吧。爷爷，爷爷，我和尚，东西在爷爷那儿，你就放一百个心吧。我，小和尚。你好好养伤吧。嗯。哎，你该亲药了。哎，姑娘，你还是回避一下吧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我是出家人。你这样说，倒好像我是个没廉耻的女子。哎，不是，姑娘您误会了，我是在戒备自己，淫邪。可是弥天大过啊。淫邪？要说淫邪，那你偷看我洗澡，那算不算淫邪啊？我无心不为过。你倒挺会替自己遮掩的，谁知道那会儿你有心无心啊？我要是佛祖问起来你为什么偷看我洗澡，那你怎么回答？佛祖说无心无欲不为罪过。什么？你还敢这么说？我真后悔当初把你救回来。姑娘救我是因为你打了我呀。那你不偷看我能打你吗？
要不是看你身上那么多伤，我才不稀罕把你救回来呢。你倒反咬一口了。你别以为我非要给你治病啊，我们这儿洞小，盛不下你那么大的神。你走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姑娘。大王。姑娘，别咬他。别咬！我别我哎，姑娘，大王咬他，咬他，姑娘，大道君，您太客气了。佟大人，只要能杀了戚继光的头，搞垮戚家军，金钱大大地，财宝多多地有。大道正兄，你以为我是为了钱才杀戚继光的吗？你也太小看了我佟大宝。我想要什么，你们永远也不会明白。杀死戚继光是早晚的事情，只是现在不行。站住！佟大人在里面会见客人，让你在外面等一会儿。我有要紧的事情。他正忙着呢。可是，是关于小和尚的事儿吧？是的。佟大人要派你去杀戚少正，你一定要带上我，咱俩一起去。江夫人，等我成名佟大宝再说吧。哎，小和尚。急什么？有空陪我喝杯茶。令我不能容忍的是，居然让戚继光的小儿子在我的眼皮底下溜了。让一个小孩子走了，这没什么了不起。最重要的是，杀了戚继光，解散戚家军，然后我们才能为所欲为。你懂什么？这小孩子手里拿着一封血书，这对我至关重要。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回这封血书，才能铲除戚继光和他的同党。佟大人的手下也太无能了吧，怎么连一个小孩子都抓不到吗？佟大人，戚少正抓到了没有？可戚少正现在已经无路可去，一定是向南逃窜了。请佟大人给我200人马，谭匪立即南下追杀。我给你800人马，但是你必须提戚少正的人头来见我。拿不到戚少正的人头，谭飞甘愿拿我自己的人头。好样的。不知谭将军的人头值多少钱？精神多了，哎，这都是小妮妹子的功劳。
你还想不想吃饭你？别闹了，别闹了。你没问问小和尚？他连名字都不告诉我，我还能问什么呀？小妹啊，这小和尚的底细你可得查清楚，万一他是骗子呢？他要是骗子，我把他扔到潭里喂王八行了吧？爷爷，小和尚又要化缘了。小和尚胃口现在开了，就得好好补补身子。待会儿啊，我把这鹿肉汤给他。我去送。出家人要是能喝这种东西，就说明他不是出家人。他要不喝，能好得了吗？身体？哼，一个大老爷们儿又不缺胳膊短腿儿。小妮儿，咱们凭什么这么伺候他？爷爷，我怎么看他都不像个出家人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我敢肯定他是装的，出家人怎么能沾荤腥呢？他现在不是有伤有病吗？身子虚了就得好好补补。再说了，这鹿肉汤也是一味补药。大汉，你可不敢胡思乱想啊！啊？小和尚，哎，该吃药了。哇，这什么药啊？说了你也不懂，这是西王母赐的灵山仙药。那么腥啊？不行就不叫鹿。良药苦口，你一口气喝了，不就什么味儿都没有了？我先尝尝。尝什么尝？我又没给你下毒。给你喝吧。还是我自己。哎呀，你看你婆婆妈妈的，还是我来喂你吧。我是说，哎呦，你别动了。说什么说啊？又是你那一套，佛祖的规矩就那么大呀？那好，我让他还来喂你。别，我喝。喝吧。喝。爷爷，那小妮妹子和那小和尚太亲热了。亲热有什么不好啊？小妮啊，要是给你找个妹子，你该高兴才是。您才高兴呢。来，行了，我要采药去了。你把羊圈里的母羊照顾好啊，它快生了。爷爷，那。干啥啊？来，帮我把这衣服拧一下。小妹，那小和尚又不是咱家什么人，干嘛这么伺候他呀？你拧不拧啊？拧完了以后把它晾上啊。快点啊。
脱衣服呢。你睡醒了？啊啊啊！你怎么了？我想起来。好啊，爷爷说你可以下来活动活动了，起来吧。哎，我衣服呢？啊，你的衣服我刚才给洗了。哎，这儿有两件爷爷的衣服，你呀，先将就着穿上吧。哎，好好，哎，我自己来。要不要我回过身去啊？哎，最好啊。你们和尚都这么穿衣服啊？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我们喝水的地方。小心！你，谢谢啊。你看你，刚站起来就想飞，你慢点儿。哎呀，你别犟了，站都站不住了，我扶你坐会儿。走吧，你坐呀。大黄，你别怕啊，他呀是看你这样替你高兴的，他说希望你早点好。坐吧。哎，他真能听懂你说话啊？我也希望能够早点好，好早日离开啊。你老是说这样的话，难道我和爷爷对你不好啊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跟爷爷救了我一命，我打心眼里感激。可我是个和尚，我还和尚怎么了？和尚没头发，长出头发不就还俗了吗？小妹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小和尚靠不住。谁让你偷听我们说话的？讨厌！大王，不，别呀、啊！哎，别追我！哎，呀，哎，哎呀，哎呦，大王，看在咱们多年的情分上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小妹，快，这大汉哥。你还傻站着干嘛？有本事跳下去呀！跳就跳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跳呀，跳呀！小妹，你真舍得哥跳下去啊？那要换了小和尚，你舍不舍得？那要是换了小和尚，那我才舍不得呢。那哥对你那么好，那小和尚才来几天，你就舍得让哥跳下去啊？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呀还要留他做倒插门女婿呢。啊，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是最后一次替你采五不香，明天啊让你的倒插门女婿采去。大安哥，那我替小和尚谢谢你啊。别给我替小和尚。那我谢谢你可以了吧？去谢谢你小和尚吧。有本事你就别踩，谁稀罕你啊？不踩就不踩，反正我也不想踩五不香。哼，离了狗屎也能种菜，有本事你就别上来。小和尚气我，你也气我，我不理你了。哎，小妹，今天我肯定给你踩回五不香来，如果踩不回来，我就不回来见你。这总行了吧？大安哥，你真是我的好哥哥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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